哎，对，我忘了感应哥打给我了。好，我打过去。玩太爽就忘了。喂，啊喂，哎，同神啊。啊，你刚刚跟我说什么？那个什么？那要弄什么？哦，我跟你讲，你开你的 Twitch， 然后呢？啊，你开你的 Twitch， 然后左边应该会有一列是会有你的 ID 嘛，在你的 ID 右边会有个齿轮，有没有？啊，有。好，点那个齿轮。哦，哼，进去了嘛？啊，进去了。左边不是有一排英文字吗？点那个 Teams， 有看到吗？倒数第二个。哦。然后应该有个 Taifei Assassins， 然后你按 Accept， 然后之后可能把那个 Stat 和 Revenue 打勾吧，其实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，这样就好了。哦，好，就这样。OK 了吗？啊，还不行啊，有点问题啊，就看不到你说那个什么齿轮啊，你说什么？好，再一次。你说你按你的 Twitch， 好，我看你怎么操作好了。哦，你看我操作啊，我现在在忙啊，哦，我现在这个等一下。好，你好了再叫我啊。